追梦格林回归后库里多数据暴涨，杜兰特称库里是历史前五，追梦甚至隔空对他。斯蒂芬·库里最近状态明显迎来强势复苏，尤其是在追梦格林解禁回归后，库里这期间场均砍下 32.5 分，三项命中率分别高达 52.3%、 48.6% 和 94.3%。 要知道在追梦禁赛期间，库里场均只砍下 23.3 分，三项命中率分别只有 40.8%、 36.0% 和 89.9%， 这让很多球迷调侃追梦是库里的超级挂件。毕竟互追两人搭档上场极有默契，追梦无论是给库里挡拆还是传球，都是队内做的最为出色的。有趣的是，杜兰特此前在客场不敌勇士队后盛赞库里是联盟历史前五球员，而且是历史最佳控卫。追梦格林特意在社交媒体上评论了杜兰特盛赞库里的相关新闻，隔空对了杜兰特一波。要知道他在战胜太阳队的赛后第一时间朝杜兰特怒吼喷垃圾话，怒斥后者不要在最后时刻挑战他的防守，不过杜兰特并没搭理他。